毛孟靜議員。唔該啊，主席。本來我都冇諗住特別發言嘅。事實整個計劃俾人嘅感覺咧，你真係先斬後奏。啊，米已成炊啦，都已經潑出去的牛奶係咁噶啦，冇得翻轉頭咁。咁講嚟講去，一問一答，一問一答，重重複複。我都明啊，主席。咁事實佢真係有重複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正話講到最後。我就幾乎覺得官員答嘅時候係晦氣嘅。梁國雄問：你話呢啲咁嘅前期勘測啊、初步嘅工程，喂，你包括埋招標，包括埋審評審嗰啲標，你仲話呢啲係慣例？有咩例子？你第一個就拎出嚟講係安達臣石礦場啊！喂，你有冇搞錯啊？真係，你簡直係～不道德噶！你咁样嘅讲法，你真系你将个石矿场比做东北发展计划咁庞大嘅人嘅计划。发言完毕啦，下一位